你可不可以没事把狗钱到起哦？啊？你是没事维权？你看三更点半钟车都在那个。这是不是我说不说短时，你钱不钱得问题好不好？哎妈，等一下嘛，现在还没有过去。你带的绳子为啥子不牵他们呀？我把狗把那个绳牵来哈，你转把头哈。那这样我报警嘛，可以吗？你说我啥子嘛？我请问你，你要说我啥子？你说我本来你要走就可以，我才签那个搞不好。你不签是搞不好的问题啊。不签，我原先不签说的，大家都不签说的。那我这人报警嘛。你报嘛。啊，那我们都站着哈。说错的。我们站那儿。啊，报。哎，报出来。嗯。要得，要得。今天你报，惹点事嘛你？我报警惹事啊？你晓不晓得不签狗是违法？你晓不晓得？哟，看一声娃娃，发生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对了的哈。报嘛。